Hello, Shake 杂志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罗云熙。我对那本书其实印象还蛮深刻的，因为好几套衣服都利用到那个书作为道具，又有那种文艺的气息，然后又有那种故事感。其实我自己平时出门的话，比较喜欢戴耳机，因为我喜欢听音乐嘛，然后还是耳机发烧友，所以耳机就是必不可少的。变魔术算吗？最近学了一个小魔术，有机会的话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橡皮筋魔术。如果说是大事件的话，应该算是6月1日举办的首场个人演唱会。我觉得这场演唱会是我人生当中意义非凡的一件事情，也是最近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。期待将来更多未知的挑战吧，希望自己能够尝试更多未曾尝试过的一些事情，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精彩。现在对我影响比较深刻的一句话就是，100个人心目中有100个哈姆雷特。因为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，你塑造的角色或许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，但是那一定是你自己心目当中你觉得最好的那个角色，自己满足就行了。谢谢。